杨枝甘露随处买得到，买大家。琪琪最爱的杨枝甘露，我们今天就试这个红葡萄的。我跟你讲，红葡萄也很好，可是真的贵到靠北啊，120块台币。两个啊？一个哎。不是啊，45块两枝啊。哦，还有优惠就对了。对啊，45块两枝可以接受啦，可以接受，可以一个。四五二十，四四十六，180除以2，一罐90块。那一样啊，跟台湾90块啊，你们两枝甘露还不是一样90块？70几，而且是手摇的。92.0啊，哦，我知道外卖。在地人跟我讲说一定要品尝香港的杨枝甘露，没有想到在香港的杨枝甘露随便都有。看看跟搅拌了吗？搅拌了。当然有。哦，好。看看跟马古茶榜差多少。真的很不一样，我觉得。蛋白有很多果粒、啊、对，它每一口都是精华。饮料的口感比较重，嗯，就那种果糖的。哦，它少了一个茶香。大家想没有茶，因为没有茶的啊。茶坊是有茶香。对啊，这个之前好几天你也讲过一次，我们的红葡它都有，这里面没有用什么啊？对。对啊。蛮好喝的、啊，嗯，只是它竟然比手摇的马古茶坊还贵，哦，太可怕了。你不是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你那个是用茶，这个是用料的。嗯，你的用料那么多，它又有西米露，又有什么油脂，那些还有浓缩胡萝卜汁。对啊，什么都有啊，你那个茶就是茶加芒果而已。来香港的人必喝，嗯，来香港旅游的人必喝、啊，嗯。